好，欢迎进入到我们的人不可貌相啊，时间可以让女性积淀更多的阅历，也就积淀下了更多的美。这轮也让沈腾哥积淀下了鱼尾纹。对，先每队呢派出三个人来进行一个，其实就是那个I do的游戏，我做过，你没有做过，谁先把手指比划完，谁就输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两队各派谁出来呢？好。那从静静这边开始啊，我先开始、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你能别人不能的是什么？我试过就是在床上躺着休息了10天。我提前感受一下半身不遂是吗？也不是，就是没有起床，没有起床啊，对，没有起床啊。我10天不出屋，我经常。对，10天，但是我不起床上不行。如果做不到的，自觉扣掉一根。我也没做到，我没做到过。帅帅，你自己扣一根干啥的？一涵，我跑过全马。哦，这个厉害，42.195公里。哇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厉害，厉害，太厉害。这个没有。声音，我曾经在水下拍过12个小时的吻戏。哦，这个，那个对手是谁呢？对手是。这个非常对手是林峰，拍白蛇的时候。可是我常常在水里面10几个小时，但没有吻可以吗？拍戏。你要这么说，我们腾哥吻过12个小时，那也是一半啊。对呀、啊，我都是分阶段的。一定要在水下拍12小时的吻戏才可以。不行不行，那我们又输了。不行的，请扣掉一根手指。啊，到嘉玲姐了。我曾经跟林青霞、王菲、张国荣打过麻将。哇！哇！厉害了！贾玲，我说过相声。这沈腾说过呀。这相声我也说过。对呀、啊，我也说过。只是说的好不好的问题啊。相声肯定说过。说过吗？说过。啊，真的，我说的特别的好，我知道，我说的特别的不好，但是说过哈，啊，腾哥来，我跟我妈、我爸同台斗过地主，这个我也有啊，不是，这是双刃剑，谁都这么说，你也很快就再见了，对对对，那对吧？那我换一个，你这样，我知道，腾哥有一个很厉害的，嗯。腾哥演过1000场话剧，哎，对，哦，这个厉害，我演过1000场以上的话剧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这个是见功底了，哦，这个太厉害了，一气呵成吗？一口气演1000多场是吗？不是，就每天演，除了周一，哦，厉害厉害，这个我给你想的，你饶我一个，我一会儿再说一遍相声，又回到这边了，进去。什么是你能别人不能的？我剃个光头。哇，太厉害了！我输了，我也没有。光头我剃过，首先我说啊。你是受了什么刺激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因为我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酝酿很多次啊，到底剃不剃一次？很爽的。是演戏吗？就是热。就他的剃光头理由，我很难接受。他说就是因为热啊。不是吧，演戏吧，是热，因为确实是演戏，但是真的是热。角色没需要，角色是有头发的。后悔吗？那没有，就但是确实有3天没敢照镜子，就特别怕那个脑袋长得不好看。好看的头型很好看。哎，你们都还有这么多。我曾经泡了半个月的糖。嗯，放错了。对，那你没觉着你那个半个月的澡越洗越黏吗？哎，我泡过糖啊，我泡过糖啊，我也泡过，我也泡过，因为对皮肤好的啊。真的吗？所以是的，红糖，红糖，对，我也泡过。怎么不早说，嘉玲姐？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是的，我都吃，我都成啥样了？现在告诉你啊，我以后我天天拿糖洗脸。哥，你这个属于就是皮肤那个里边啊。哎呀，是。来到圣衣了。那我有一个肯定你们都没做过。嗯，我参加过《演员的诞生》。哦，他不在呀，你们的。嘉玲姐，我有一个。哇，这个拼不过你。我有一个。
拿奖无数的影帝老公。哇，这个拼不过你，太毒了。该我了，该我了。我，你哎，贾玲姐，我帮你想一个，你对着沈腾哥说，今年我上过春晚。我在2017年跨2018年的时候上过央视春节联欢晚会。哎，这可没讽刺你啊。行，腾哥，你小郎酒壮胆了你。我在2017年，我在2017年和2018年跨年的春节晚会被毙过。哇，厉害厉害，这个绝对赢了。不，我来这套，好狠呐！哎，等会儿啊，这个我不能断，我也被毙了一个。我是上这第二个小品才过的。你要这么说，我确实是毙俩。被毙过啊，被毙过。又绕回来了啊！我吃过南美几乎是最辣的辣椒，然后从此以后胃就烧坏了。什么烧坏了？胃烧坏了。辣到什么程度？你吃了多少？只吃了一个而已，就当时吃完就躺在那儿40分钟不能动。宁静姐，你干过挺多虎的事儿啊。哦，又分别给他们剪掉了一根手指。你已经没了。哦，好，易涵的手指是最先收完的，所以这轮小圆队获胜。你赢了。行，可以赢。好了，所以真的通过这个游戏了解了很多生活当中啊，你们原来都是这样的人。我们来看看另外一组的我能你不能。好，换一下。好，觉得从谁开始比较合适？韩雪，你先来。我摸过火焰山。嗯，是电视里放《西游记》的时候，你去摸了一下屏幕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踩的那个井，反正我是摸了火焰山，是真的火焰山。哦，真的火焰山摸到过，厉害厉害。到我啊，小圆来。我从树上摔下来过。我也摔下来过。我们都有啊。我没有。你没有？你没有？你脑子怎么这样了呢？我有过，我也有过，都有过，都有过。你这是一道送分题。除了娜娜，其他人都从树上摔下来过，都很皮，都很皮。好，娜娜。我会拉大提琴。我都会拉我儿子的那个。那你可以不折。大提琴我也会拉呀。会拉一。我什么提琴都会拉呀。你拉呗。那么矫情。行，错错错错错，人家是专业的拉啊。好。来，柏芝。我连续16天没有醒过来，没有睡醒，但是还活着。你的冬季那么短，是生病了？不是生病，是正常的。太累了，累到我在床上，我的家人要定时帮我贴面膜，然后给我水，我一起来就16天，对。看看柏芝姐多精致，家人都帮她贴面膜，你知道我身边人叫我贴我都不贴。你贴面膜，王源怎么地？那你贴面膜那真浪费了，我这一次都得贴3张。腾哥，我睡过垃圾桶。咦，这个我还真有，我在垃圾桶里面躲过。那你睡了吗？不太好吧？有没有枕头啊？不巧的是，那天垃圾桶里没人丢枕头。我还也真是睡过垃圾桶，但不是外面的垃圾桶，就喝多了自己抱着垃圾桶。我也是。我是钻到垃圾桶里边自愿的。到你了。我最高的体重。厉害，我来。厉害厉害，都不用说，直接掰掉，直接掰掉。我直接掰俩。不要不要，怀孕的时候有他那么？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怀一个100多斤的娃娃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好了，我最高的体重达到过180多斤。哎呀，我就是180啊，我两个也是这样。肯定是棒。差不多，差0.8而已。那差不多，行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的，厉害的，厉害的，可以的，算你过了。这一轮过后，目前最危险的娜娜只有5个了。你是本身手指少还是什么？啊，韩雪，韩雪，韩雪，我可以。
可以秒杀全组男演员，以最快的速度换衣服。多快？你换衣服多快？不用一分钟吧，几十秒吧。我都可以。几十秒？能展示一下吗？我们现场可以准备那种移动的更衣室。我给你挡着，我给你挡着。现场我们一会儿准备更衣室让他们换30秒换装，我们一会儿再来验证。韩雪先来说一件其他的事儿。我是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。厉害，300个人连续记长，我是其中一个。好这事儿那没有哎，没事没事。你既然说你去吉尼斯世界纪录，我就说我去联合国演讲过2次。你去联合国呀？啊，谁知道他怎么会那么优秀？到娜娜了，来。我能把手的大拇指放到我的手腕上。谁不能啊？我们都可以啊。不是同一只手，这样吗？对，这样子整个贴上。哎呀哎呀妈呀！哎呀妈！哎呀哎呀妈呀！哎呀，他妈看吓人吓！哎，可以吗？这个就韩雪可以啊，韩雪和娜娜可以，好。柏芝，到你了。我曾经在比这里更高一倍的吊杆是吊了10多个小时吧，哇，一直在上面。是那些武行把你忘了走了吗？没有，因为他们要放站，但是我怕他们辛苦嘛，又要把我放下来，放下来又要重新再穿，我就叫他们给我一个饭盒，我在上面吃。然后徐克导演他就跳拍跳到另外那个戏去了，就没有我。那我就一直在下面，你很多个小时。徐克导演，你心好狠、啊。没有，他自己都忘记，他不记得。那我又不好意思说，因为很多人。那这个我们没有。你会断线的。你会断线。对，没有那么多钢丝能承住你10个小时。啊，腾哥来。我拿锥子插过电门。我干过，小时候我也干过。我那是纯铁锥子，没有木头把的啊。那我应该有木的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一插，皮是真皮呀、啊。电视机前都别学啊，都别学，不能学，不能学啊，别学啊，不能学，别学啊！你只有一分呢，哎呦。最后一个保住啊，贾玲干过什么？说一个，说一个，快。我一个月反弹了40斤。我死了，娜娜已经再见了。他死了，好，赢了。怎么样？如果各位觉得玩的还不够过瘾，我建议大家下载同桌游戏 APP 去玩更多的王牌游戏。那这样，唯一要验证的就是你们刚才夸下的海口，30秒可以把戏服换了。你们俩先去准备一下换衣服这个事儿，来，好，换一下啊。这个更衣间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，谁先到门边等着？好，韩雪准备啊。30秒就能换一身衣服，这个很难。他的礼服，对，我觉得他衣服好难脱哦。他有一个袖子。准备，计时开始。有那么快吗？真的有那么快吗？他在里面正在换，还有20秒。魔术是吗？里头是扑腾扑腾的是吧？心跳。10秒，真的像魔术啊！哇，已经好了！哇 ，AI 智慧拍照玩得嗨，屏幕指纹亮王牌，下面进入 vivo 王牌时刻。哇，真快啊！韩雪进关门的同时，我给你计时。计时开始。还有15秒。哇哇哇，15秒就换好了。这是一段没有剪接的。哇，快啊，真的是快啊，富裕了好多秒。柏芝进入更衣室，计时开始。好快呀、啊！太快了，还有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哇！
计时开始。10秒。快了吧，快的，这多少秒啊，这那个这也就10几秒，哇好快哦，真的是快，真的是快啊，厉害。15秒。我要能那么快，我一天能省很多时间出来，真的快啊。韩雪计时开始。还有20秒。哇，霸道总裁范儿。10秒。5、4、3、2，又来了。哎呦，风格改变好大呀。职业女性装。3、2、1，五，哇！哇！哇！好好看，这也太难穿上去了吧！还有15秒。哇！哎呦！谢谢两位的展示，30秒真的可以换衣服啊！谢谢，请入座，请入座，请入座，太厉害了！好厉害呀！太厉害了！